每一个剧本的不同规定了每一场戏的情境不同。对于演员本身而言，我就是去塑造好一个角色，然后把它呈现给观众就好了。风起霓裳的那个曹王，他是我到目前为止演过唯一一个反派，但是也可以把反派塑造的就是有自己的出发点，有自己的利益，他也不一定就会遭人恨。